鋒先生，各位副會長、各位理事、各位朋友，晚上好。今晚我哋歡聚一堂，喺呢度舉行慶祝香港回歸23周年品麗聯歡晚會。首先要多謝廣州市橋聯好辛苦送嚟俾我哋嘅荔枝，等我哋喺今年嘅7月如常咁可以，雖然喺封關嘅日子，但我哋都會如常咁可以品嚐呢個荔枝美味佳果。由去年夏天開始，香港經歷咗反華勢力操縱下嘅顏色革命，對香港嘅經濟同埋和平穩定造成咗巨大嘅衝擊，刻步行動。香港嘅愛國愛港人士以堅定嘅立場同明確嘅態度，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去年在多個撐警集會同埋區議會選舉嘅助選場地，都見到我哋大家嘅身影。喺呢度，我代表香港，我代表廣州橋聯香港聯誼會，感謝大家嘅積極支持、發聲同埋行動。回歸早過23年，今年嘅7月1日。對香港來說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日子。香港地區的國家安全法頒布了之後，我們這一年來飽受的勢力摧殘已經告一段落，為香港注入了新的希望，可以重新出發。我們見到在頒布當日已經有多個反對派的頭目退出組織逃離香港，反對派的很多個組織亦都相繼解散。國家在這一刻打出正義的一槍，驚醒了這些煽動暴亂的暴徒。香港的國安法頒布是國家堅定貫徹一國兩制的重要舉措，令香港更加有法可依。有利於香港的經濟在暴力創傷後盡快恢復和穩定，維護國家安全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我們香港聯誼會作為愛國愛港的社團，更加義不容辭。在今後的日子裏面，我們將與各位一起堅定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堅決維護一國兩制，共同團結，期待更好的明天。最後，大家輕鬆啲，我哋好耐都冇聚過，呢半年來，屈喺屋企嘅日子已經逐漸過去啦。咁啊，盡情欣賞我哋今晚美食，唔阻過嚟啦，多謝大家。尊敬的中聯辦兩副先生，尊敬的杭州尖尖台董事，尊敬的各位嘉賓，各位校友。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相聚的联欢。本来这一次呢，每年一次的荔枝节，我们呢，要不要进行呢？那个时候就很不定。所以呢，广州侨联对我们非常关心。他们呢，人的这个力人没有到，但是他们的礼品到。等下大家每个人跟往年一样，一人一盒的荔枝，在这里呢，我们的这个广州侨联编主席对我们很关心啊，他不能参加我们这个会，所以呢，他的特地呢跟大家问好，好，谢谢。其实这个会呢，可以说是搞得比较仓促，但是非常有意义。第一个。我们的疫情啊，香港的疫情基本上受到控制。更重要的，我们的港区国安法在7月1日正式施行，使到了香港走向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期，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这次的联欢添加了。信心和欢乐，很高兴。
这次我们呢，这次在这个我们在这个人祸天灾，我们的全体的我们全体的会员，全体的那个委员啊，各位嘉宾，基本上条件来讲啊，这整个条件，这都大家都是这非常支持啊，非常的支持啊。这个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呢，在这个疫情当中，大家都很能够平安的度过啊。今天让我们大家来一起欢庆，为我们的香港的这个疫情的掌控，为香港这个事情的长期的港区国安法这个得到这个正式的执行，而且是得到了整个香港居民啊市民来讲，大部分的支持我们，期望我们的香港能够度过一个更美好的明天。大家干杯！好，来干杯，干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在座的各位的身体健康，干杯！咱们两位常务副，还有咱们侨界的这个王锦标常务副会长、陈志伟常务副会长，还有这个周春娟女士，还有各位侨界的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个每年呀、啊，都是受邀请的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是好长时间没有来了，因为去年我记得从去年七月份这个社会上这个事件一直到现在，好长时间没有聚了。这个今天的活动呢，主要是两个主题，一个是庆回归，另外一个是这个国安法的通过。咱们每个人桌上呢都有一本这个国安法的这个小册子，我们翻开它的第一页呢，有个二维码，我们可以用那个微信扫一扫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安法的全文了。这个我想说两点啊，对这个国安法的这个体会，因为呢这个国安法呢从提出来一直到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通过，我是6月30号的晚上11点多看到这个条文的。我看到这个条文以后啊，我有两点体会。第一点呢，就是说中央啊确实是充分的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第二点呢，就是充分信任这个特区政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国安法在制定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很多方面的意见，我们呢也都转达给了北京。其中呢最要紧的两点呢，一个就是这个港人港审，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法律的执行层面，它是在香港审还是在内地审，这个是要很关键。我们的很多朋友呢也提出来这个港人港审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条文呢是被接受了。实际上这个国安法呢最终它的执行部门呢最落到最终端的执行部门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咱们警务处会成立一个国安部门，另外就是律政司会成立一个专门的检控部门，也就是说这两个部门的人都是特区政府的员工，所以说这个就体现了大家对这个法律的这个基本的信任。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追诉期的问题，追诉期的问题，大家反映的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因为没得工作，一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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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
我见了还是见了，我想大家有时间的可以去回忆一下条文，他就是说的是我们全包的，我看一下，如果说在日本来讲，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蓝先生，谢谢。